VP 有东西私底下把它解过了，我们现在剩同框。可不可以不要再 BP 了呀？我已经解到好多。混东西下。来，混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生气了。没题材你就混沌。我说第一关就有三台一兽了耶。混沌可以帮我放大一下吗？好，没关系。Give me a 应该我的。欸，不是啊，看一下端午节有什么东西。哦，端午节千冬大会又出来了，那就讲个炫目叫。炫目叫也太好笑了吧。那先讲边境风化好了。最新的抽卡作息先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他没有放大。欸，可是哦，我在想我要不要随从作息那边找。欸，懂哦。嗯，哇，佛祖都出来了。你看，这有点像是那种我们之前玩的那一款，也是有神仙的那一款。哎，欸，那怎么看那个坐骑啊？坐骑不知道是放在哪边。外观吗？对对对对，你坐骑会放在这边吗？我觉得。之后再开始讲坐骑啊，坐骑也是很多，而且在坐骑这么多的情况下，坐骑容量也不会很大，就还好。姨怎么一直聊啊？姨。